南加州海洋研究所举办主题为 A Touch of St. Tropez 航海舞会慈善晚宴，10月9日在 Newport Beach 巴尔博亚湾度假村举行。本次活动的目的是将所捐的善款用于海洋生物研究及海洋环境保护。这场 Black Tie 活动还包括为贵宾举办的超级游艇鸡尾酒招待会和 BBR 大宴会厅举行的主要活动，有现场音乐体验、三道菜静坐晚餐、时装秀、拍卖、香槟吐司、龙舌兰酒品尝、 DJ 舞蹈等等。我们 JMK 是应邀来主导这一次的品牌大秀，现在呢也正值洛杉矶时装周，我们也是在这儿 call JMK 时装周，完全是以洛杉矶时装周接轨，马上就要开始一场视觉听觉的盛宴。今天这个名称应该是叫 JMK 时装周与世界豪华游艇的碰撞。在此呢，我们今天有三个品牌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全世界各地的名模也来参与，非常感谢大家。本场慈善晚宴最大的亮点就是 JMK 模特传媒学院的时装秀表演，由该院学生及十几名著名外国模特组合而成的时装秀，凸显出了 JMK 时装周与世界豪华游艇时尚碰撞的主题，成为当晚的慈善晚宴最绚烂夺目、惊艳全场的时装大秀。更令人瞩目的是JMK 模特传媒学院的 CEO 沈平、院长李敏和助理 Linda Gaga 亲自上场，带领着学员及外模演绎了 Camila、Masaki Matsuka、Belta for Fashion 三大品牌时装秀。And this is to benefit the Ocean Institute. So we are welcoming about 220 guest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an annual event, and we are benefiting a wonderful organization, especially right now what's going on with our harbors and the oil spill.This is a black tie function, and we have people dressed in amazing tuxedos and gowns, and we are going to have a great evening. 当晚的慈善活动上，有善心人当场捐出$150,000支票，现场的嘉宾不甘人后，纷纷举手认捐，场面十分热烈。当天的活动为南加州海洋研究所筹得了治理被游轮泄漏污染的大片加州海岸急需资金。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 Newport Beach 采访报道。